到猪的频道。哦嗨哟大家，那个今天跟一个人有个约会啊，就是轩啦。因为今天是4月25号，是我跟轩在一起半年的时间。于是呢，我们约了一个餐厅吃饭，我又迟到了，一样 the same。我们这次去吃的餐厅是拉拉熊的茶屋。哇，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，我也是跟他去吃拉拉熊。但是在一起半年了，我们依旧来约拉拉熊。对啊，也是想吃很久了。我觉得我这次去的话，应该会有不同的感觉，因为我现在蛮喜欢的。好啦，快到了。林北又迟到了，他应该会体谅我吧？用餐时间90分钟，他刚刚这样警告我。远景哦。走啊！佳怡有没有很开心？你在吃什么？很饿。哪有人要约吃饭？你事先还吃的，你每次都这样。好了，啊，你有看到吃什么吗？有哈，好，那我来点。嘿，耶，在一起半年了，超可爱的菜单，哇，我要融化了。我觉得我现在比你还爱拉拉熊。可是这里几乎都抹茶控的爱啊，很多抹茶让我看都觉得心碎，整个页面都抹茶的感觉，这就绿绿的。哦，这个寿司你们看，这是稻荷寿司啊。只是做成拉拉熊版本哦，有够可爱的啦！我觉得凉面看起来还好，我就要点定食。哎，各位，然后我们刚点完餐了，所以我现在带你们看一下环境哦。这边是门口一进来的部分，然后这边就有很多什么贩卖一些东西，你可以跟他买。他说用餐怎样，然后就加200块就有一个这个，这个很贵，那要200块，我买不下去。哎呦，外面有字哎，可是他是这样子布置，还蛮可爱的。我们家轩因为肚子太饿，所以在外面吃那个饭团。我要吃。嗯，好吃。嗯，紫米饭团赞啦！你们看，这边的桌子很宽敞，可能有日式风啊。他在帮他按摩哎，那个小鸡在干嘛？玩具啊。连那个门都有拉拉球的图哎，超可爱的。嗯。好啦，厕所嘞？你不是就在介绍厕所？哪有？来三连拍喽！还要三连拍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认识到现在你还要三连拍？对啊，尴尬死了！哎，好可爱哦。这面墙就是卖一些东西，100块拍照。WC。咋？门太大打不开哦。有人。哦，有人了，那算了。就这样就没了，是吗？还有他。哦。他这个是6个人的。啊，好可爱啊。然后他好像最低底下要3000块才可以。地下3000，可以啊，6个人大概可以3000，这好可爱哦。对啊，它是一个包厢式。这很奇怪，两个人在那边。来，这就是它的洗手台，免治马桶哎。你挡住我。就是可以冲屁屁的。你要示范一下。怎么是你示范的？小便池。你可以不用浪费那个卫生纸啊，你直接坐下去，你就按那个，它就可以帮你冲。好。香，它很像沐浴乳的味道哎，怎么讲？你有事哦，不要闹哦。这机器，哦，超可爱的。这个就是炖牛肉啦，卫生纸，拉拉熊茶，好可爱。很像无尾熊，很像无尾熊。小心，不要打太邪！哦，要许我加许有力，这是让人家惊喜不断哦。它还动吗？谁在瞪你？它在动。哦，好香哦！亲爱的阿爸，天父谢谢你让我跟轩有这美好的一餐，希望我跟他吃的健健康康，感谢主阿们。投报消息。是它的酱，新鲜甜甜的，很好吃。不是，是温的。真的细细甜甜的，很好吃哎。像这边有一些海苔，我直接沾了。海苔很厉害，小绵牙而已啊。哎，这个团子不错哎，很推很推。以主题餐厅来说的话，我觉得它的团子做的不错。这6粒啊，2串100块这样。还可以啦，我觉得值得。轩的饮料来，接了这一杯，超美的啦。这一杯要加160元，然后下面是野莓，下面那些是野莓，可是酸的程度就是不知道了。哦，你看这个冰块，
对啊，也是拉拉熊。对，哦，他连冰块都是拉拉熊。他已经在泡汤吗？他在泡冷泉，你看他都冰到变成冰块了。它是甜的，我以为它也很酸，可是它其实是甜的。它可可碧是味道比较重，好，很甜吗？很甜。我以为那个野莓会点缀什么，可是其实只是果肉而已啦。开动哦！哎，这汤子很酷哎，细长细长。哎，这个很薄哎，我以为它很厚，觉得它就是就这样，少少的肉，还有一坨饭这样。我觉得这个拉拉球的这个炖牛肉哈，味道是有了，它比较像冻饭的味道，外面卖的什么亲子冻啊什么之类的，感觉我在 Seven Eleven 有吃到类似的那个便当铺，可是它其实来说的话，我觉得还可以啦。那你觉得我们上次去的拉拉球餐厅跟这个的比的话，你比较喜欢哪一间？这一间吧，这一间比较可爱，对，而且比较符合主题。像我印象中，我上次去吃那个拉拉球，在东区的那个拉拉球餐厅，我是觉得还好。觉得这个餐点还可以，还能接受。它这个蛋蛋啊是那种溏心的，它以为还有全熟的可以给你选择，但是我就吃，我不知道我很喜欢吃溏心蛋，我觉得直接吃就很好吃。嗯，有人硬要把这个溏心蛋打在这个碗里面，打蛋了。这就是地池旁边的配菜，哦，都是那种渍物的味道，我不喜欢这种味道。你们看拉拉球被宣引到这边来了，然后这是它地池旁边还有附的汤。有点少，有两块豆腐，颜色蛮淡的感觉，还不错了。你硬要我吃这什么啦？给它喷嘞，好吃。把那个半熟的蛋拌到饭里面，真的好吃哎。好像你今天穿裙子哦，你都没有发现？哇哇，刚刚都这样外面走一遭再走回来的。他今天穿的不错哎，这个人是怎样只顾着食物是不是？我要拍摄。我没有注意到旁边其实有很美的东西，这就是有一句成语不是这样说来着？天边什么？不是啊，什么人近在我旁边，可是我却不知道。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对啦，哦，就是这一句。还有一句叫什么？就是你的幸福其实在你附近，只是你没有注意到。不是有句话这样说？所以呢，你有注意到吗？我没有，我刚刚才看到。反正因为你介绍，对你太美丽了，所以我无法，你太亮眼，你可以在，啊，我没注意到，没有在看你，这样听你这样听有比较爽吗？那接着我们还有一个豆皮寿司跟冰淇淋，咱们的豆皮寿司来啊，它后面看起来像那种婚宴的白色，有可能，可是它肿起来，肥嘟嘟的啦啦，我超爱吃稻荷，它真的好可爱啊，好把你们吃光光，太慵懒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哎，三粒才100块而已，非常值得，而且应该吃三粒就饱了啦。觉得它的饭非常的甜美，然后那个豆皮也是非常的 juicy。我们刚刚却发生了一件大事，不好意思讲是不是？他刚刚跟我说，这边的店员都很帅。他把我放在哪里啊？我只能跟你们说，他们真的长得还不错，但是就是我不能拍给你们看。他那以后哦，唔当你哦。有人想吃甜食，夹到疯掉了。好美味啊！好漂亮啊！跟女孩子那么爱吃冰，这样像话吗？哎，这个很有设计感，真的很厉害。你们很美的一支冰，而且你看它这边还有冰淇淋的支架，哎，怎么那么厉害？这边两支支冰120块而已，我觉得很值得点。这是樱花口味的，现在的那个主打的。好可爱，这个拉拉球在干嘛？你看这个拉拉球在干嘛？趴在这个旁边，哦，就 Q 的哎。我要先吃一口冰给大家看了，它这个，我觉得它这个甜筒啊，很像全家的那个甜筒哎。哦，它融化速度超级快的。它上面会撒一点很奇怪的谷类，可是还可以、啊。然后它这个口味啊，淡淡的樱花香。好吧，我要吃一口团子给你们看哦。啊，把这个，你看，太白痴了。哎，团子还不错吃耶，软软的。我原本想说团子都没有什么味道，可是它的团子有味道。现在已经慢慢快下午了，越来越多人了。刚好我们吃完了。我要去问店员有没有这个人。底下七圈。一、二、
三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刚拍的照片，我们只拍了一张，因为它这边的相机拍出来就是非常的暗，所以我觉得没有很漂亮，所以我们只拍了一张送大家，看有没有想要啦、啊。就是这种欧骂嘛，有没有？好可怕、哦，好像拍鬼片。如果真的有很想要这张照片的话，你们在这个 YouTube 影片下面留言，我想要照片，我在某一天就会抽奖抽出去给你们。那我的影片结束了，喜欢喜欢？不喜欢不喜欢？加七分好订阅我，我是 CHU， 是大家我们八八六订阅，我需要你的订阅。订阅订阅哦。